酒店工作人员说，房东在前几天过来了，可是不管房东是谁，这五套房产都是法院查封物，都是不能私自处理的呀。这个所谓的房东又是谁呢？此刻工作人员正打电话跟酒店负责人沟通，执行法官决定先去酒店办公室等待。跟我们酒店没有关系，咱们就是一个租房子的。那咱让你提供信息呀，谁租给你们的呀？这个你们要搞不清楚的话，这个平白无故，这平白无故来的房子呀。不是你这能？哎，你们说的是没有道理。我们给你时间了，让你提供这房子的房主的信息，你不提供啊？当时为啥不提供啊？那谁知道他们为啥不提供？这个应该是物业的问题，跟我们不就是发生太大关系？你这房子是怎么来的？如果你说是物业来，我们物业调查，我们是租的，肯定是租的。对，跟哪租的？我们手续肯定也是都是正常的。没说你不正常，跟哪租的？跟哪租的？这个那我得找老板，我这边我就不太。所以嘛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的嘛。就是王家那个老板给我打电话了。啊，然后说这个啊，这个你别难为，这是难为他吗？这不是难，确实也是。这有这么为难的吗？这是。